生近日到厦门为作品宣传，其中一名网友上传一段现场画面，瞬间引起讨论。只见吴康仁现身停车场，看到粉丝们就会挥手向粉丝打招呼。不过之后他突然跑来跟粉丝问候，网友也顺势将手写信交给他。吴康仁收到信后，并没有直接转身走，反而抬头与网友对看一眼，之后才挥挥手离开。这个画面瞬间引起讨论，网友们纷纷留言大赞吴康仁。很多明星都是信拿着就走了，根本不会正眼看谁送的，好有礼貌，眼神看过来好心动。我不熟悉他，都爱了。这世界真的有这么帅的人吗？我都替袁婆激动了呢。Bye.